白色厢型车车门一打开，一个绑着包头的女子抱着肚子走下车。她是 SHE 的 Selina， 但她看起来身体是相当不舒服，走路都弯着腰，只差没有要人搀扶她走。才进诊所挂号看诊没多久，妹妹任荣萱也赶来，真的是姐妹情深。据了解，当天 Selina 原本是要打第二剂疫苗，但没想到肚子痛到没有办法打针。看到 Selina 身体这么不舒服，穿着黑衣的经纪人在旁看起来也是很紧张。Selina 事后对本刊记者透露，当天是突然胃超级痛，原本医生要帮她打止痛针，但她太害怕了，当场就拒绝。幸好回家休息之后没查状况，原定的阿里山绵月线行程能照常出发。就在去年， Selina 从艺人身份斜杠成老板娘，创立副业，推出营养冲泡商品，不同于其他艺人卖拌面，目前业绩已经来到了8位数，但可能是生意太好，工作忙才让身体出了些小 trouble， 只能对 Selina 说健康最重要，钱再赚就有。